各位厂协会的大家好，我是第五届的理事周正宏。那我们公司是亚威股份有限公司，我在这边任职于行销经理。那公司主要是以做素食酱料为主，我们是玻璃罐是我们的专业，那中间也有像是铝箔袋或是一些小包的。那希望说在这一次担任理事的期间，那能够为大家做个服务。我们公司地址在宜安县五结乡立功一路二段126巷16号，那欢迎各位产协会的会友，然后大家一起有空来我们公司坐坐，然后了解我们的产业。那希望有这个机会能够促进大家一个合作，然后以及彼此分享那的空间。那这一次在这个第五届理事当中，我所接任的是专案的部分。那希望说借由这一个职位，然后能够认识更多的一个政府的资源，然后来分享给大家，然后做成大家能够跟政府拿到更多应该能够增进我们每一家工厂的那个资源。然后谢谢大家。